天宇的繁星点点，等待另一个晨曦浮现，那是我们拥有的幸福的画面。多少岁月的容颜改变，多少聚散的故事重演，拥抱我们的你依然在身边。草山的风是划过天际的彩虹，洒下了一片花海，盛放在心中。草山的风伴随着我们甜甜的暖暖的梦，唤醒了青春山林静静守候。草山的风是划过天际的彩虹，洒下了一片花海，绽放在心中。草山的风伴随着我们甜甜的暖暖的梦，唤醒了青翠山林静静守候。山下生活忙忙碌碌，曾经发生的风暴不久后就成为永远的过去，但山上的人却不这么想。几年过去了，高江母亲还是不曾忘记那笔被盗的钱，只有更加节省才能让她心里好过些。阿静嘛，我那边是给你压起头。哦，你忙，阿等你阿姐姐坐好无？唔免啦，遐阁有代志咧。哎，你阿公吼，你等面试等去白菜好听咧。我呢哦，林姐啊，真的啦，阿公咧等你咧。你忙，哈、啊，啊你话哪会无讲啦？啊，我都白的正脚吼，下面去有破去啦，啊乌的倒脚。啊嘛歹去，啊这两脚的都好好，啊要甲硬扎，做拍囥的，啊两脚甲捡做豆豆的，啊倒过一双鞋通好穿啦。是安尼哦，嗯，这欠着。行啦，阿公咧等你咧，呀。高家的孩子都被训练得十分节省，只有明智还没学会。他是家里的老幺，得所有人的疼，得所有人的赏，因此培养出另外一种个性。简单的说，他是高家传统的漏网之鱼。Thank you.
个病啊啦。火木之关吗？应该我来跟接着。没啊啦，上海的人好我认识，像上山区的人看，我们运动噶，你好跟。没啊啦。我，差点夹到尾啦。好啊，好。看西啊！哦，阿母，你有啥物免卖西？哎呀，阿母会用加赚一寡钱啊！阿母，你看，你的手拢冻到阿母红叽叽啊！阿母粗皮，无啥物感觉啊！哎，你爱穿遮少来，到遮遮寒呢？紧转去，唔通叫寒着。紧转去啦！这个查囡仔紧甲带转去，你甲看，你等下哦，两公皮拢强要流出来啊！紧紧带转去，紧转去讲的，会买西哦，草山的西，大伯无得买哦，懂得啦。Thank you.
阵仔无看恁，还有较大汉哦。恁捌我？我捌。你一定会等伊提些物件，你等来。阿丹吼，厝内面哦，总嘛较强个存折尔吼。啊，你先摕去用，啊，若不足个吼，我再来领，啊，再给你送过。来。拜。讲啥哩啊？大波大波碎，咱我来就是啊，阿母为着趁钱，都去小云溪卖说，你搁爱摕钱借给别人。好，莫管，钱给我借。喂，咱借啥物卖？伊安尼做敢唔对？组长，食饭啊！啊，明智啊！我听准讲，伊缀你伫房间啊来呢。哎呦，伊就伫咧甲我西姓地爱，甲我住咧房间内。这囡仔实在是咧，连你也敢甲你西姓地，你都无架势，都袂用你，你咧。哎呦，但你嘛莫安尼，囡仔嘛有因囡仔的想法。你著看因安怎讲，莫安尼卡袂着，着安尼硬硬逼硬压。就是讲咩？明姐啊，食饭啊！明姐啊，奈无看囡仔啦。即个囡仔着敢若袂输夜卡查某，一定走隔壁啦。啊，若准去隔壁遐，伊嘛知影会转来啊。明姐啊，明姐啊，食饭啊！好啊啦，免叫。啊，煞毋知影伊超工走去藏，迄个要互你找无的。即个囡仔自细汉缀我大，我煞毋知影伊伫变啥物空啊芳。好，遮冷，阿公冻到一个鼻仔强要落去。哎，我搁食无偌久呢，阿公76啊呢，我才无要安尼踮咧遮甲你借拖时间咯。哎呦，阿公知影你因为会寒啦，莫提起，莫搞怪啦。好啦，会用食饱，我才招呼你倒予你啦。啊，要睏的时，搁甲你煮咖食饼，搁讲《三国演义》予你听啦。无咯，
先钱好你。哎，这么乖巧的囡仔，还嫌要照顾家庭，要搁保护因老母，嘿，这应该爱当当优秀才对呢。啊，是讲吼，一落天安尼这寒，哎，厝边用啊无厚衫，搁厝顶也得流，顾不理想哦。才来找你娘斗三工，啊！恁阿爸若唔钱借伊，啊！即落冬天看要叫伊安怎过？哎，哪知？迄囡仔兄讲甲迄钱抢转去，啊！你阿看迄卖书，迄抢人的鞋啊，甲抢人的衫，搁予人厝在咧漏，啊！搁甲人的面底皮摕去涂骹淋。不过这囡仔吼。心肝较纯洁啦，想无遐济，看无遐远啦。哎，我一个小菩萨，落来啦。我的老菩萨，你想听我？阿母哥，咱家唔是金山吗？阿母叫我去白沙赚钱，为虾米？阮哥要去帮助别人。好。阿公，逐天做会赚钱，予你用，咱会赚到位倒位。虽然咱讲无富裕，不过恁阿爸会种菜卖花，就会当啊，甲恁饲较大。阿公，恁阿母卖细，是因为伊勤俭惯习。啊，伊不管有偌济钱，伊拢会节节俭用，万事不用。啊，伊不管是都拢有回归到一无所有的存在，所以这点你一定爱记。一个人无论看伊爬到偌悬，一定爱有回归一无所有的打算，知无？哎，迄就是讲吼。你是几班？上山卖阁落车呢？若无，阿母的手阁要等到天光呢。我去叫阿爸阿母。哎，卖客，互因去找，要送叫伊要给我这個金孙呢，哈、啊，安尼伤心，吼、哦，互因去赶一下。哇，我有这名的时阵哦，因读到偌厉害哦。哎、欸，明姐啊，吃胖啊，这是山顶吃无的哦。阿公一定想要吃，我早顿去给因吃，好唔好？哎呦，你看我这个细汉阿公在讲啥？阿公哦，真是无白听伊。你放心吃，哈、哦，来，绝对有够哦，给你带顿去山顶给阿公的啊。来来，吃茶啦！哈！哎呦，阿母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无欢喜哦？哎，嗯，啊，毋是为着迄个土地，啊，甲念几落工，念到我一个耳孔真正用要结烂啦！
看阿达啦，钱借借去，啊，讲煞揢地揢来咧堵笑。他带我甲恁阿爸去看迄块土地啦，大哭哭，啊，一枝草也都发袂出来，啊，是要种啥？哎呦，那是袂当种物件，就莫管啊。你要想较快活的代志啊！你看阿伯哦，即马考调，台北银行伊个有一个呢，这是足无简单个哦，真少查囡仔是许才接管的哦，嗯。嘿啦，啊，咱厝个吼，栽培出来三个大专生，阿平总啊，台北工专，啊，咱当然啊，退伍了后嘛考调，淡江文理学院，啊，无咱阿伯啊，台北银行伊，咱两个人吼。应该办足啊啦！对啦对啦，啊，搁有民生，伊即摆读去师大附中，啊，将来若要上大学吼，一定我无问题啊啦。以后我也要读大学。哎，无法度啦，恁阿母哦，上看袂开就坐啦，坐啦。阿爸。啊！你拄则讲的迄块土地地点是倒位哦？哎呦，地给你遮啦，来。哦。哦。这个所在，新生北路啊，甲锦州街迄搭，是较无遐尼啊闹热啦。嗯，好康的吼，拢嘛轮袂到咱这口走。啊，是讲即摆台北人口真加愈来愈侪，啊，凡事豆豆着发展往遐去，啊，价钱吼都无同啊啦。嗯，就今仔讲吼，食无遐侪年啦。哦，啊无，咱嘛应家己去厝内住啊。林先生啊，这不是钱的问题啦。国父啊，这边地方私自实行法啊，就有讲过啦，爱运用啊国民义务劳动啊来做这哦地方的建设，所以政府哦都定一个啊国民义务劳动法，哦啊规定啊，咱大家人啊拢爱贡献努力啊，哎来造福社会。所以讲哦，这嘛是在实行啊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啦。同学啊，那呢哦，来你啊国发兵。我上病吼，辛苦。唔通太骄傲啊！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对啊，这个。
安尼啊，阮营业户是阮的公营啦，就算讲做超市嘛无所谓啊。哎呦，这个是讲超过时间的问题，这是别区的所在啊，咱的区啊，这是要比赛的，来来来，比赛，你今日这边来，安尼滚进来，进来。林总啊，张经理，这转办公室哦，都算伊英文上好啦，啊，能者多啦吼，啊，替我拍一两下牌，给安德森公司，啊，因吼将明辉报过，赶紧寄过来。是。哎，林总啊，甲你讲过几啊遍啦，叫你唔通遐尼拼嘛，啊，同款的薪水，是安怎你就一定爱做比别人搁较济？啊，加做一寡，咱就加学一寡。搁再讲啊，咱领人的薪水，就爱中人之事啊。啊，若无，就是道，中道的道啊。欸，你敢有想过讲，你若莫安尼遐尼爱讲这个大道理，欸，凡是咱这个小姐吼，袂一看到你要讲话，就想要爱困。不足惜，不足惜。我们办公室的小姐可都是美女耶。美女又怎么样？以前啊，对面我好好啊，班上的美女啊，那是愈水啊，头壳就愈歹。哎，我那照你安尼讲，我刚刚想要愈歹，你愈介意？这，好啦，卖讲这啊啦。哎，我问你吼。听讲，恁家在起厝了？了，啊，着，阮爸爸有一块土地啦，啊，阮姊夫啊，着斗起啦。欸，我遐嘛一块地呢，毋知你敢有兴趣无？啊，敢是田地？伫个新庄啦，啊，介绍真俗哦。哎呀，不过，迄袂用个种个土地哦，阮阿爸阿母哦无兴趣。哎，算讲甲我斗三工一个嘛。啊，你也有需要人甲斗三工啊？你嘛知影讲我来公司遐侪年啊，啊无又是咧做啥，我嘛学甲差不多啊，就想讲家己出来开一间公司啦。啊，但是手头都无现金啊，啊，阮老爸啊放好迄块土地囥在遐嘛，毋知影要创啥，所以想讲吼，甲卖卖咧，啊，等一寡现金吼，摕出外口创业啦。啊！你都唔知会当创啥个土地卖予我，啊！我是要创啥啦？像你这么有耐心吼，你一定会使等来起价啦。啊，我袂用个，我等袂久啊啦。OK，Mr. Gao，You help me。Please。林总啊，这几年啊嘛，赚袂少钱，去寄来咱山脚的芋头，啊，一摆要买啥，伊嘛会当家己做主意啊。林州街迄块土地，啊，咱就是唔知要甲创啥，唔则甲起去起厝。啊，无即摆是安怎？咱讲雄雄，我买一块土地，啊，即摆是要创啥？是要来东楼做新娘房？哈？吼，啊，若准照安尼买落去，我看连闽籍的新娘房嘛拢穿好势啊啦。啊，飞弟即马都拢八岁啊，要娶某嘛快快啊啦！阿母啊，啊，着朋友需要我甲帮忙啊。对啦，连面即家爱咱甲斗帮忙啦，啊，迄家咱爱咱甲斗脚手啦，咱即家吼，若准拢莫去甲人斗三工哦，早都毋知要富如甲倒位去啊啦。哎呀，阿秀啊，有娘才有福啦，啊，咱甲人斗三工也无表示讲咱厝着袂富如啊。阿母啊，是咧啦，我知影你无欢喜啦。
我一定要赶紧把迄块土地哦，甲处理掉了。阿公，阿明总啊，安尼几时转来？啊，有孙仔通互伊食无？有啦，我早起有去乌孙仔啦。哦，我来查。你看，啊，恁阿母透早就去挖笋，啊，你转来就有糖仔食，看你偌有福气哦。哦，阿公，我敢真正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哎，绝对的。有啦，有甲你留的啦。哦。哎呦，你看你啦，规身躯拢脱沙粉啦。嗯。干那叫你去学看卖嘞，嘛毋是叫你去做啊。这囡仔人是咧做啥？我的脚手哦是较慢摸唔着啦，啊，不过嘛会晓算啊。只要我甲头一个砖仔藏落，我就能算出整面墙需要几块砖，一块不少。而且啊，姐夫还称赞我很精，以后做生意一定不得了。看你偌臭屁，咱厝的哦，总算是出一个哦像阿母的啦。哎，你大门无锁吼，林总还袂回来哦。啊，即摆已经几点？大哥在加班哦。嗯，煞唔知哦，一个牵狗的啦，带人去看伊迄块土地啊。我是感觉哦，大兄是安怎买遐尔着急买卖呢？啊，土地没有用，就放着等那个地价起来就好了。不是民众在急啦，是阿母啊。阿母哦，还是老观念啦。伊哦，就想讲这土地哦，若是种袂出物件哦，就是无价值啦。然后民众嘛感觉这对不起阿母的。你知影民众讲啥？民众讲哦。若是阿母不爱我做的吼，我就不该做了。大兄真足友好的，唉，我无遐尔着急买卖哦，一定会了解。无要安怎啦？咱厝的人哦，就是安尼啊。等一下明早若转来哦，爱好好开会。Thank you.
没有。我已经睡了啦，啊、阿伯在读书，他说他不枵啦。哦。哦。来来来。汤姆。是啊。啊啊啊！我来我来，我来。我给你来好啊。哎呦，你在外口无闲几工啊？给人服务一下，有啥要紧的？系啦系啦，我来我来。我嘛是足唔甘的啊，哎，啊，不过你看，我即马也毋是过来啊，咱哦还阁少年啊，哦，少年哦就是本钱啦，对吧？对啦，大兄，时到时阵，等无必要出来争天。对啦，大兄，我记哩哦，咱刚去山脚的时阵，阿公有捌甲我讲过，伊讲哦。咱在台北时阵哦，做人调治上要紧。就算讲无饭通啊食，也会用转去山顶进餐啦。咱今麦是倒位啊？是不要紧啦，啊，不过绝对袂死钱。对啦，大兄，这伤心蛋虽然袂了，啊，不过卖伤久啦。我是安怎都爱伤心。是家己在顶袂着。对啊，我袂着啊。没有钱啊？无啊，我赚一辈的钱啊。这就是我想无的所在啦。本来就按算讲一定会了钱，那怎样讲哦？人出的价哦，这尔啊悬，佫惊我唔卖啊。这哪样呢？啊，就最近哦，我迄个地边哦，挖一条大路出来了。哎呦，哇，这真是是天公听戆人哦。不是戆人。好人，大爷为着朋友哦才买地，啊，即摆又为着友好阿母才卖掉，是好人。啊，我在想哦，一日啊都赚遐尼侪钱哦，敢袂讲想好运啊啦？我是讲啊，是毋是爱转去搁找因讲者？拜托你好无？我拜托你，即件代志哦，要到遮原本结束就好啊啦，莫搁想啊啦。赚多少钱哦？真欢喜。就是啊。啊，不过阿母若是知影咱的土地去了厝了，会当赚更加侪钱。到时阵哦，总知搁要安怎想。伫咧看秦总这个厝啦，啊，听因讲哦，至少有45万的价值。45万？对哦。你讲，迄个唔知影有啥物路用的土地，起一个厝，就值45万哦。嗯。你敢会听唔到啊？Thank you.
才好过，咱就先。吉神拥护，天地赐福呀！此时尽此，守本分，立志谦恭，守规矩，立尊法度。我着知影，这道理哦是拢袂变的。时到时等等，无必才出汗钱。四十五万，也是靠着建筑甲土地成。三块地，哦，我到时阵，我就当起一个735万厝。咱结婚以后，敢会住咱这间厝？袂住遮啦，咱搁找一块地，起一间新的，互恁住遐住。想袂到讲哦，代志煞来变做安尼啦。我看哦，农业时代就要过去啊。袂啦，啊人吼、哦，西本都爱食三顿的啦。啊，若准讲拢唔种稻啊，唔种菜，嗯，啊，衰的人要倒唔着，拢煞下起来。搭一块田地，敢会当饲活一家人？人即满哦，一间房一厂会当饲活几啊百人。大家拢去都市啊，拢去大工厂。工业社会要来啊！我咧看哦，咱的观念要改啊！我才无要改，我嘛是同款吼，要搁来种花，要搁来乌孙啊！等咱吃到这多岁啊，无再来搁变变啊！不过，咱这囡仔是袂搁等来咱山顶的。进步，倒有在趁食，就去倒位，该安怎就安怎。并由民众这一代将规模不断扩大。